魏俊杰的前妻张丽华自离婚之后越来越风光，在前艺人黄玉环带挟之下，转战保险界大展拳脚，仲成功跻身保险业百万元卓行列。日前黄玉环就晒出一系列的聚会相，张丽华就穿着改良式旗袍，巧实寿星合照，完全不避嫌。2020年初，张丽华被爆背夫出轨之后，魏俊杰就公开表示他两个已经离了婚。回复单身的张丽华生活多姿多彩，又指佢广结城中富豪，成功融入社交名流圈，近年仲经常出席奢侈品牌的活动，又全身名牌，生活富贵惬意。